过去要找到很。我今天跟我喝完的，让他开始。好，可以。这已经装我们的吗？这怎么客人？啊？这怎么客人？学校的？没有外面的，淮南的。淮南。淮南。哎，最在的那个李斌兄，你有答案？没有啊，淮南几年前就从甲组调出来了。哦。你现在在一组吗？在一组。在位上来了，现在让最积极的应该是淮南。对呀、啊。几个地吗？啊？几个地呢？淮南出两个队。没有几个，就是他一个地主。那甲组是甲组有九个啊，十个 ，GBA 他现在有那个。哇，有这么多地方，然后一个，然后。还有很多啊，什么 SG Basketball、SG Bra， 还有一个 Zebra 的 Zebra， 没有，你超过了，有冰球吗？有冰球吗？有那个，有到冰球。十队，十队是满足分了，三十个了。还有公牛有，没有就那个他们不叫新化，不叫冰主，他们叫新化，新队啊，没有，就是我们现在的队啊，新化，新化啊，新化，他换名字，没做分了，他的名字换的是新化，是冰主吗？都是 AB 跟美男啊，没有新科技啊，啊，后面啊，加起来二十多组回来，没有嘞，现在好像没有强，没有，二十多组，有十一队啊，加组十一队这样，你看那个英达那个。现在还有一个 现在新加坡是应该也是现在不给打了那个 league 不是 ABL 好像不给打了哪一个新加坡是应该不给打嘞不给啊没有要关掉啊对啊他们是应该要没有打了 ABL 已经关掉了对啊新加坡来打了拜拜对啊对啊对啊对没有打了对啊不够观众不够观众应该去打马巴迪哥打马迪社的了怎么嘞
AK 的球体啊。至少我们这边出一个 alumni 啊，小兵小兵。好看嘞，没说的。好看，他比较不好看。他们的球啊，你看他们 training 啊，那个教练啊，我真的 NBC 啊 ，NBC 啊 ，NBC 的球队，他的那个教练啊，bring up the whole。对啊。台湾也不错啊，台湾的有几个。哇，昨天杰米令啊，昨天杰米令啊。阿将。台湾的。阿将。杰米令算是七分。昨天那三分击毙。台湾人这么喜欢打将。啊，我会也打将。你说打篮球打架还是我？你看菲律宾的亚吉郎啊。那个菲律宾那个就算将啊。菲律宾是那个 NBA 的吗？那个。Jordan 还是那个？对啊，那个是 NBA 的吗？那个。那跟九七了咯，都已经过了，直接一直踢。蛮好笑。我要去打。